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黑坑，从来没有想过啊，第一个到达黑坑墙位置的居然是我。钓鱼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有一颗想要赚钱的心就可以了。回鱼6块钱一斤呢，今天就上手了，今天就上手了。看鱼，看看那个老板那嚣张的样，我其实今天就必须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巨物黑坑池里面，据说啊，这里面有100家的，然后有40-50家的也很多，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线组呢倍儿大，杆子用的8米1的，12.5米的线，18+16的线组，知道吧？江湖垂钓一条街，打听打听，谁是爹？猜猜葛小格最后的下场吧。